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温力明，欢迎大家收睇我第一集嘅呢个《贱人的日记》。冇错啦，呢一个咧系我一个小小嘅作品啦，同埋一个小小嘅制作，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嘅一个星期里边嘅小小活动啊，点点滴滴啊，同埋一啲分享嘅片段嘅。咁样希望咧每个星期三咧都系 upload 一啲出嚟啦，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可能有啲人咧系对我呢啲咁嘅生活咧冇咩兴趣嘅，不过唔紧要，你哋可以 skip 咗佢嘅吓，或者可能有啲人咧系有兴趣嘅，或者系对我哋呢啲咁嘅无聊嘅艺人或者贱人咧嘅幕后嘅 behind the scene 嘅活动咧有少少兴趣嘅话咧都可以收睇嘅，咁样亦都对我自己咧一个交代啦。咁希望咧以后我睇翻我呢啲咁嘅片段咧都有啲回忆啊嘛。依家你睇到啲片段咧，就系我嗰啲活动啦，就系我宣传紧我嘅 Kelly Fair 专辑嘅活动。你睇到我上电视台啦、电台啦，同埋咧一啲访问嘅，都你睇到我嘅最中意嘅 Brand Brit 啦，我最中意嘅 Collection 啦，系啊系啊，我带出街咧饮茶嘅。所以你睇到啊，其实咧我哋嘅一个星期里边咧可以做好多好多嘢，但系咧就好似冇做到嘢咁样嘅，你话系咪好奥妙呢？咁希望每个星期三咧，我都可以 upload 一啲嘢咧，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如果你哋有咩意见或者有乜嘢想问嘅话咧，可以 comment， 咁我尽量咧就可以答你哋啊嘛。咁亦都可以 subscribe 啦，我呢个 channel 啦。咁希望咧，我会更加多嘅作品同埋制作咧，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拜拜。